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先看第一小题，他说 A、B 是整数啦，而且 A 跟 B 不一样，那么要你证明 A 减 B 的绝对值它会呢大于等于1。首先我们先来看 A、B 是整数的话，那 A 啊减 B 的话这个也会是整数啦，那也会是整数的话但是 A 不等于 B 嘛，所以呢 A 减 B 它是整数啊，扣掉0，什么时候会等于0呢？就 A 等于 B 的时候这个会等于0嘛，但是 A 在 A 不等于 B 啊，所以呢它不会等于0，所以呢 A 减 B 本来是整数嘛，但是呢没有0啊，因为 A 不等于 B 啊，所以没有0，所以扣掉，扣掉0，那扣掉0的话呢，就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个是正整数或负整数了，没有零了。那我现在的话呢，给它取绝对值，给它取绝对值以后的话它就变成正的了，就变成正整数了。那正整数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自然数了，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这样一直过去，正整数，好，那正整数的话它是呢大于等于1嘛，因为正整数的最小数是1啊，这个1这个会大于1，所以我就晓得就是说，所以呢 A 减 B 它会大于等于1，因为自然数的话每一个数它都大于等于1啊，这是第一小题。这样看呢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它是问说4它取绝对值 x 减2，加呢3，根号呢 y 加2的平方了加多少呢？1减3，这个等于2。那它是要你求求这个数对啊 ，x y z 等于多少？好，首先这个东西 开出来的话，这个要 取绝对值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绝对值y 加2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这只有等于2嘛，那这个东西的话，这里系数是4嘛，这如果不等于0的话，那么它至少这个就会大于等于1嘛，这就大于等于4了，就不合，也就这个必须等于0了。一样啊，这个系数是3嘛，如果呢这个不等于0的话，这个数就大于等于3了，那这只有2嘛，所以不可能，所以 这要等于0了。也就是说我们就得到两个方程式了， x 减2呢等于0， y 加2 x 减2 y 加2等于0了，然后呢这两个都等于0以后，我就得到了这个等于2，那我去绝对值的话这就减3这个等于正负的2，那3把它移过来，这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3加减2，所以等于多少？5或是1这解出来多少？解出来的话x 等于2， y 等于负2，也就是说 SYZ 呢是多少？是2负2，2负2 5或者呢2负2负12负2 1 2负2 5 2负2 1